不会倒啦，我觉得顶多就是比较少人，比较少，可能会有一些人退坑这样子。我没有看他影片，我不知道。这边的话开这个，第五只是 Luna。深盾直接木骑手，我这边的话尽量火珠骑手，木珠是光珠，伤害怎么差那么多？无鼠盾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下一关是鬼机年复，鬼机年复这个地方，啊，刚好那个断掉。啊，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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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下来齁，最后两关，最后两关再开回那个，再开回那个木印度，来木珠骑手，木珠骑手啊，不用啦，你开了这个 ORB 就是会直接给你那个直伤了。那最后一关的话，手消 6C 齁，手消 6C 可以再开一个这个齁，有没有看到 ？OK， 轻轻松松。对啦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吼要看脸色吼，就像我们当兵一样，哦，就是做一些企划或者是要发布一些重大公告的时候，应该要看一下现在的风向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你们那么凶，对我都怕了。八万分，谢谢大家。